咱落去啊吼，麻花油精吼，嘿，咱头前嘛头先回车吼，哎，你车里车吼，我是坐火车吼，对啊，来行嘿，来吼，你来把你的朋友带来。来，今天哦，非常欢迎恁来到金山乡村乡村哦，啊，这个庄卡啦吼。来，今天哦，咱专程哦，咱主播来介绍，来，今天哦，咱专程哦，咱主播来介绍，来，小水细声，小水细声哦，小水细声哦，小天小地声哦，我拢甲阮爸爸讲哦，感谢天，感谢地，啊，感谢天公赐我一个好人。景菜园香博物馆哈，啊，然后小坐的话吼，说蒸啦哈，哎，香蒸的蒸吼，唔是蒸笑的蒸啦哈，哎哎，因为咱蒸茶所在拢较清澈的哈，叫阿官安尼较清澈的哈，来啊，首先吼，等我来为恁逐个做两句的介绍哈，五块送十块啦，够早味的啦，这么多哦，八十五加三五啦，来哦，哈，伊是两米块，哎，火车伊两米块啊哈。欸，那我们等一下的话，我们到香叶步道，我还为你们介绍哦，传播的那个媒介哈。那一般的妇女、女孩子的话，她听到这种声音，她就会出来购买。是哦，哈。OK 啊，我讲给你听。啊，我的看你无偌笑，无偌闹，是啦。闹啊，闹！你把他笑脸时啊，你哪知有用呆？你把不把不脸呆？在脸呆。哦，听听听哦。哦，安尼吼，嘿，啊来，咱来看这干妈店哈。哎，这几个表现的干妈店嘛哈，那讲干妈店，干妈店无车拢不行的啊。哎，大家名底好，哎，啊背字都清楚哦哈，一日一日，再比一日更加好，安尼好不？来这青岛就真有名。哎，恁大家穿水水，又再暖水哦哈。哎，还有半段话哈。即阵油车食甲呀，即卖人都无爱食油车对无？爱食迄清淡的，菜粿，嘿，啊菜粿连狗拢唔食，嘿，因为即卖狗来话吼，伊拢食狗饲料，嘿，啊囡仔嘞，拢食麦当劳啦，啊越吃越疲劳啊，啊。